本栏目由大悦摩托特约播出。每次回家，我都要给妈妈带她最喜欢的传话洗衣粉和洗洁精。小兰，我们家隔壁就开了一家生活驿站，买传话的产品可方便了。生活驿站，老百姓购物的放心点。美大太阳能，中国直营商标。美大环保灶，厨房无油烟。美大集团，超水灵哦。低敏旭，若效网快速追随，若效网国家质量认证，增产增效，快速追随就用若效网。发田不回高塔技术，国家发明专利。小本创业，开一家北京欢乐乡村烤鸡烤鸭店，口味独特，人人都能开店当老板。招商电话：0105190000。